斤三千的衣服到底有多香。哇塞，我这新衣服也太好看了吧。能不好看吗？为了给你抽这皮肤可花了我3000块大洋啊。哎呀，不是你说要抽我的吗？不知道在场的小老爷有没有拥有这款皮肤的呀，可告诉红尘你们都花了多少钱啊。我不管，你必须来一个波波作为回报。喂，不是吧，我的波波就值3000块钱吗？怎么说也得有30万个小星星才能亲啊。看在小叶还给我抽了个 AWM 皮肤的份上，可以给他这个机会，至于能不能成就看你们的了。那今天就来挑战只用 AWM 吃鸡，也好给大家开开眼。不过这马格南子弹也太贵了吧。还是先买几颗烟雾弹吧，实惠又划算，等枪枪到手了再买子弹也不迟啊。 Nice。 哎，怎么没有 AWM 呢？这搞的是哪出啊？好歹我们也是氪金玩家，就这谁让你要挑战只用 AWM 吃鸡的。这下好了，挖个坑把自己埋了。亲，红尘居然谎报年龄。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珍宝，你这什么歌啊，听上去有年代感呢。啊，难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听张信哲了吗？ Oh no， 那都是80、90后喜欢的歌手了。红尘，你不会谎报年纪吧？我的天哪，你才谎报呢，我可正值豆蔻年华。我信你个鬼。嗯哼，那各位小老爷都几岁啊？喜欢听谁的歌呢？给红尘介绍几个呗，否则真的有代沟了。出球了。哎，别挡住我舔空头。想抢我的东西，下辈子吧。哎，WM， 我来啦！ 3, 2, 1。 什么嘛，又没有。空手走天涯的命运，这辈子是别想摆脱了。我太难了，下次你们直接别给我希望，让我挑战空手吃鸡算了。哎呀，那也太不好意思了，燃烧瓶还是要让你拿的。好啊，小姨，是不是你和小老爷们串通好给这种魔鬼任务的？哼，才没有呢，都是他们的主意。嗯，小老爷们快给红尘点个小心心吧，否则我直接就去送头。我信你个鬼。啊，别打了别打了，我可是小绵羊一个，连武器都没有。我信你个鬼。我就是你的武器。哪来的土味情话，恶心死了。小老爷们，你们会说土味情话吗？哦吼，快说几句听听，让我看看哪位是咱这的情场杀手。AWM， 这是什么神仙运气啊，连续两个空头都没找到的枪居然藏在一个小盒子里。我的天哪。还有20发马格南拿下全场不在话下。你想得美。不过红尘今日就要做全网最富裕的仔，买一身60发马格南才能妥妥的走江湖啊。小老爷们最多拿过几发呢？肯定没我多吧。我想也是，毕竟这子弹这么贵，没几个人和你一样败家。切，贵自然有贵的道理，你不会懂的。悄悄，一枪一个立马吃鸡，为了庆祝来个烟雾缭绕翩翩起舞吧。我像不像仙女本仙？臭不要脸。小老爷们还有什么任务放马过来吧，红尘明日再战。